居然能站在逆天魔龙的身上，团长，好险呀！就差那么一点儿，
多亏了银儿妹妹和麦兜，要不然我们可就永远埋在里面了。一头小猪，居然能变成翱翔天际的巨龙！这下你们知道麦兜的厉害了吧？任何生物，哪怕是九阶的黑龙，麦兜只要看过一眼，就能变换成他们的样子。虽然变化而成的黑龙没有任何实力，只能飞一飞吓吓敌人，而且还需要消耗大量的魔晶和灵力来维持。 但等以后，麦兜进化到高级，也许能变换成真正的逆天魔龙啊！看你还敢不敢再说要把麦兜做成烤乳猪！哼！麦兜，前面就是纳里克行省的边界，出了纳里克行省，我们就彻底安全了。 感谢各位的救命之恩，别急着感谢。毕竟人魔不两立。你想干什么？放开眼睛！ 是吧，月魔族的小姐。年轻的猎魔团团长阁下，我可以保证，绝不泄露你们的消息。我从不相信魔族的保证。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巡回之计。 我在你的心脏里中了一根同样的辉冥之针，只要我引动禁制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你的心脏都会被瞬间碾碎，而且只有我能解开这个禁制。如果我死了，禁制就会立刻触发，就算是魔神皇也救不了你。那这个禁制怎样才能解除？只要你每年见我一次，禁制就不会发作，前提是。 我一直没死，但想完全解除，等到魔族彻底毁灭的那天吧。你欺人太甚！现在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，你有什么资格讲条件？人魔不两立，我绝不会泄露你们的身份。此外，我还会尽力帮助你们，确保你们不会死得太早。我猜你们还要继续在魔族境地行动，这里面的道具能帮你们伪装成魔族，躲避风险。没有魔族敢阻拦你们。的确，没有了商会掩护，我们在魔族的行动并不方便。我们现在在魔族纳里克行省的边界。 接下来，不管是继续深入魔族腹地完成任务，还是绕道避开纳里克行省的魔族，直接返回联盟，都要在魔族范围内走很长一段距离。而有了这个伪装，我们前往悲啸洞穴路上的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。感谢你的帮助，月夜会长，我们还有任务在身，就此别过。 等一等，我的时间不多。至少，告诉我你的名字吧。
或者你想让我叫你主人？龙浩辰。好的，龙浩辰，临走之前可以再帮我一个小忙吗？你说。麻烦打晕我的属下，我有一种抹除记忆的技能，抹掉他们的记忆才能绝对确保你们的安全。这个没问题。大家出发，先离开这里。是是，团长。如果将来你能对人类保持绝对忠诚的话，我们一定会为你解除禁制的，你好自为之。我相信您一定会信守承诺，龙浩辰。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类骑士，但仁慈就是你最大的软肋。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你。你可是第一个既救了我又要杀我的人。冷小，等你醒来之后，你就会忘记关于猎魔团的一切。等我醒来之后，就会忘记关于猎魔团的一切。只有我们两个逃出来，其他人全都死了，明白吗？团长，那个月夜真的可信吗？有禁制在，不管可不可信，他都只能选择和我们合作。那我们为什么这么着急离开啊？能动用禁咒，他的身份在魔族绝对不低，我担心会有高阶魔族来接应他，趁早离开最为保险。您怎么来了？